什么味道？不知道，你尝尝。啊！飘飘，你别过来！来来喽 ，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和董事长最新期的《鱼是尖叫》系列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基岩版的地图《心灵牢笼》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你看中间那个球，有没有点像是新闻联播的即时感？啊，确实啊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对吧？当当当，哎，对。咱们今天玩的这张地图依旧是魔灵工作室的作品。对。OK， 对，先看一下相关的设置。地图设置看看。有关须知：未成年人请在家长的陪同下玩。对，这个未成年，我是他家的，对。好，你陪同我。一会儿你有什么告能，你就冲在我前面，好吧？好，告。警告。警告，玫瑰。前方告能。高能呢？能呢？高能呢？哪儿呢？哪里？从古至今，人类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。什么东西啊？第一个阶段是敬畏自然，人类害怕自然，对自然抱有崇敬。第二个阶段是征服自然，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，人类的欲望越来越膨胀，他们破坏自然，把自然给予他们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。第三个阶段，就是现在乃至未来人类将所处的阶段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。在浩瀚的银河中，为何创造出了地球？而地球又为何孕育出了人类？然后呢？很显然，这些是科学难以解答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啰里吧嗦的呀？但是人类归根结底是地球孕育的，地球归根结底是宇宙创造的。那么人类归根结底也是宇宙创造的。然后呢？所以我想，通过研究人类的心灵，或许可以找到我想要的答案。逻辑不通啊！我寻思着你的宇宙研究人类也没有用啊。这是我制作的心灵控制仪。顾名思义，它可以控制人的心灵。这个实验呢，就是通过控制人的心灵，使人进入一个虚拟的场景，去完成各种挑战，最终逃出挑战，完成实验，完成实验，成功逃出来哦！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就请走到仪器的正中央吧。正中央吧，快走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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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我差点没进不去了，你怕他没把我关外面去？来了吗？心灵世界，哇，还真有人呢！阿拉萨哟，快点，家长过去啊！你会不会过来？把我的孩子一刀给收了？会的话，那请便。不过去啊。是什么个东东？哎呦，他拿了个小白旗，他在向我们投降。死神，呸！这是死神啊。往上走。哇，这可以打开的，那下面也可以打开。哎，这里有箱子。这里好多按钮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解密吗？把它拼成连接起来吗？应该是拼着连起来是个管道哎，短，短拼啊，短，我能说这东西好简单吗？我不会，孩子你来吧，来，先搞别的，不会，你放一边去，这边有箱子，快，哇，这个声音好大呀，什么东西？看看。实验失败了，他不受我们的控制跑出去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谁啊？
女字旁的她。哎，这个里面关的东西吗？这不是个，这是个球哎。这是谁下的蛋？那可能是逃出去那个人下的蛋。好家伙！往上走吗？我有个门，上不去嘞。开。呀，这谁的大手印啊？好家伙！可以把人拍扁吧？哦，两面门都可以开。好大，一张床。哇，好大，好黑啊！开灯，那有灯，快去。哎，有灯吗？灯呢？再按一下。哦，哦，能这样开的，好神奇。我害怕。谁在说话？不，玻璃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怕什么？来，别怕，到我怀里来。有什么东西吗？有。这可以上去，可以爬上去。快。哎，哇！好黑，我去开灯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声音给它调一下，有点大。哇，好多血呀、啊！地上这血好整洁呀、啊，这血全都是圆形的。血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血。难道姐姐来那个不很正常吗？他在担心什么？对吧？可以抛出来。蓝色小钥匙下部，那上部呢？上部要去其他地方找了。需要蓝色小钥匙，这边打不开。又往下走了，另外一个房间要探探。走。哎，不会摔死吧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无掉落伤害的。这边。哇，好大一个电视！哇，这会不会有贞子爬出来？开灯。不，先把灯打开。谢谢。干什么？发生什么？你叫什么叫？你有毛病啊！就是电视里面爬出了个东西，铁子。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大惊小怪的。电视怎么不出来了？你出来呀、啊、你！我、哦、找到了。给它合成吗？哦，合成了。TMS。对，我不想在这待了。电视里面刚才真的有东西，有个骷髅头。我不信，我啥都没看到，我不信。好吧，好，用这个蓝色小钥匙给它打开。开好。哎，你开的怎么是开这边呢？我不知道。喂，有个蓝色的星星朝下的。这边去不了，那就走这边。你心跳！冲啊！黄色的星星，朝左边的，有个门，快去吧，家长，去啊，家长。打不开，需要六边形钥匙。我心跳声越来越大了，声音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东西。哎，哪里有东西啊？枯死的棺木，这是干什么？我身上有两个，我是在那个楼上扒拉的，有什么用啊？底下门开了吗？难道没开啊？应该是要往回走，咱们得把那个解开，那一条线。你哦，对吧？应该是。我拿走啊。哎，我们怎么？我们去楼下。哎，我的妈！这个东西解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咱们两个都猪脑过载了，真的已经冒烟了。关键他是不能重置，他不能重置，刚开始搞得太乱了，后面就越搞越麻烦。哎，我天，我吐了，我真的。来，走吧。六边形。哎，这里什么时候打了个通道？哎，碧螺钥匙。什么钥匙？
哪里的？先打开这边。耶，这血迹变成绿色了。好家伙，史莱姆的血，我上面还在滴耶。哇，你好恶心啊！你这当苹果汁喝呢？应该在。什么味道？不知道，你尝尝。啊！飘，你别过来！这跟着你走。走啊！你干嘛？fuck！ 哎！让你笑我，还笑不笑？下来，下来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加速，跳滚。有空气墙？有空气墙吗？嗯，这里可以打开。哎，上来了，看我的。好。哎呀，嘿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刚你拉开那个拉杆就那个把空气墙给那个人，不是你们跳过来干嘛？咱们两个是智障。你走了，这个门怎么开不开？要回去了。嗨，真的，刚的。哎，怎么回来了呀 ？What？ 我这边这门打开了。哦，右边的这个门打开了。一闪一闪亮晶牛，谁啊？哎，这个星星哎，是我们刚才看的。哇！它怎么动了呀？哎，再动一个。对，我刚站在他身，骑在他身上，我以为他要掐我。耶，蓝黄红，这什么？就那个有这种记号的呀，但是好像没记，我回去记一下。走吧走吧，回去找一下这些记号。这边需要什么钥匙？没提示。那个什么，这，碧螺钥匙没了。碧螺钥匙没了，应该就是开了哪扇门吧？下左右右下下，然后呢？好像上面东西破了。有给了个稿子，有门打开的声音。你有吗？给你稿子没有？这稿子干什么的？好像是只能破坏铁栅栏，那前面的铁栅栏就可以破坏了。好，挖开它。呜呼，去吧，孩子。嚯，需要黄色小钥匙，这个可以打开。嗨，姐姐。美女。姐姐是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不要激动，我是一名试验者。你是自愿的吗？当然，我看他报仇就来了，反正没什么危险，对吧？我说你是，说来话长。一天，我和我的姐姐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就窜出了一群黑衣人，然后我和我的姐姐就被绑到了实验室。这妹子好虚啊！只要我们好好配合，她经历了什么？这话也气无力的。无能为力，只能先顺从他们了。身体空了吧？然后他们让我姐姐走上一台奇怪的仪器，说是……哎，是不是我们走上那一台啊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。答对了。我瞧，孩子，你变聪明了。没办法。那我们两个人岂不是逃离不了了？已经被沦为玩物了。孩子，你真聪明，我很欣慰。我都感觉你在暗讽什么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偶然趴在门上偷听到几个人的对话，说什么实验失败，还要把我处理掉。我们不会也被处理掉吧？我非常害怕。我趁着他们给我送饭的时候，悄悄地拿了钥匙，从房间里跑了出去。我趁着他们睡觉的时候，找到了那台巨大的机器。听他们的描述，姐姐就在这里面。我想找到我的姐姐。幸好操作这个机器不难，基本是全自动的，我便擅自启动机器走了进去。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我的姐姐。然后呢？难以置信，文明世界的博士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那你知道博士的目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
你能帮助我逃出去吗？那不行，我们俩还没逃出去呢。我想你的姐姐你能怎么去呢？我有个附加条件，我逃出去之后你能不能那我呢？你呀、自想办法。那我找他姐姐去。要丢啊，在你手上，你是个大愣子啊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跟我走吧。用令牌驯服李雪莹，使之追随。我的快来妹子跟我回家。我不玩了，气死我了。你们两个待在这吧，我自己逃出去了，再见。你干嘛？你怎么能自己逃出去呢？真的是。你去找他姐姐呀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个姐姐没找到呢。还有哪里打开了吗？这里。走，看木桶里什么。剪刀可以破坏蜘蛛网。咦，这门开不开？想想看，哪里还有铁栅栏？蜘蛛网剪开。哪里？有什么东西吗？黄色的小钥匙。黄色的小钥匙，那就是这扇门了。黄色的小钥匙，快开开门。开。开门啊！我来。黄色小钥匙啊！你钥匙没在手中了？在啊。那咋回事？不知道啊。打开了，路线，血案路线。血案路线，什么意思？我想可能是这样的，血代表有血的房间，暗代表黑暗处，路代表有暗门，线代表出现。出现什么？所以可能是在有血迹的房间关灯就会有路出现。有血迹的房间，真的假的？我瞎猜的啦。那没血的房间呢？你可以造血吗？对啊。有血的房间，就那个，应该是他姐姐的房间。关灯，还真的有暗道啊！好家伙！等等，我感觉这李雪莹不简单。对，你看他什么东西都猜得中哎，我感觉不一般哎，这个人。头号，是谁呀？谁呀？这不是那个红警里面的那个吗？醒醒，不要吓我。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刚才你突然昏过去了，吓死我了。现在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吗？没有一关不整。你逃得很呐。没有一关不整。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光头。你要点开吗？点掉。上面会不会有东西？没有。好的。没有，那走吧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东西，我看到了。红色小钥匙的上半部分 ，nice。哦，在这儿啊。耶。什么？百层指定图。上面。四边是黄。站对了吧？好像有什么地方打开了。哪里打开了？撅起屁股我看看。撅起屁股我看看。没打开呀、没开呀、那哪里打开了？这个颜色也好红啊，挺鲜艳的哈。我一直在注视着你，神源吗？然后嘞，这妹子不进来，你看这妹子不进来，她不敢进来，她不敢进来。我跟你讲，这肯定是她的陷阱，你给我进来，快点。把他给怼进来，把他给怼，喂，那没事了，不是他不进来，是他长太高了，他进不来，咱俩长太矮了。吓我一跳，这妹子。旁边有拉杆，有数字，这是干什么？1234，需要排列什么吗？1到9，再往上走，可看，他姐姐吗？哎呦，
快快快，这个给你，木易上。你看不到脸呀，这也。嗯，什么东西没有？没触发剧情，为什么这里会有捧花？九。九哦哦，是在墙上是吗？这些数字。找找看，再去其他地方。哦，这里可以打开。等等，这个地方交给你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个迷宫啊。需要红色小钥匙。哦哦哦，红色小钥匙，咱们只有上半截，没有下半截。这妹子老吓我，他在我后面，突然出现在我前面，我的妈呀！哎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哇，有箱子，心灵通信，啥？心灵通信，哇，好长啊，我的妈呀！我看到我头大，念，哇，好长啊，真的要念吗？长也念。心灵是人人阿巴巴巴巴巴哇不行，这真念不了，这个你自己看一下你知道能不能念了，来给你木鱼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还有十几页，我的妈。 那你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的妈，有箱子。我没笑，我没笑，怎么里面有个脸呀？这不念太长了，谁按键谁按键谁念去？我觉得是好长，那个什么十几页，人工智能的未来，呵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吗？书里面好像有什么？这是个三吗？反着的三？啊？三，数字三。十几页书里面还有数字的，数字三，那这个应该也有。出去，这个是八，九八三，九八三。嗯，我再找一找，再查查。哦，这还有个门，木鱼过来，这什么时候有个门啊？人呢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这，哎，这我们来的时候有个门吗？就这里啊，还有两边都有门。 你看到没有？好像没有啊，应该是刚开的。XYZ 什么玩意儿？不是还要算数学吧？我瞧，这个箱子是空的。耶，什么玩意儿？好大个眼睛，好大个眼睛，扣，给它扣下来。我错，我顶。有下箱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嗯。哦，这里上面什么东西？哦，解密书，看看。哟西，他这边有没有？啊，这边没有。X 是啥颜色啊 ？Y 是啥颜色啊 ？Z 是黄色。嗯，这里少了一个黄色，这里少了一个。啥玩意？我看不懂，你看。好的，蓝橙黄黄，呜呼，回答正确。来，小钥匙的下半部分给你。嗯，有什么用吗 ？OK， 打开那一扇门，红色的，好像在这边。哦，对，这个吗？开，你看又开始了。你要对着他的门把手那个地方就。慢慢的轻轻的戳进去，好了，你不要那么暴力。嗯，好像太大了。嗯，来给我来。走。哇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不也是个解密吧？看着好像是个解密。这边打不开。怎么操作呢？看一下。哦，他是要给他连接上。哦。也是个解密，我的妈呀！然后让这个红石灯给亮起来。嗯，亮了呀。哦，这边打开了。开了。哦呦，另外一个场景嘞。